双手摆高，在来回转个几圈，搭配近日最夯的九天玄女音乐律动，跟着老师动次动。台客舞步都加了进来，台尾十足颇有巧思。她是景美高中的体育老师，因为凤诺疫情要让学生线上上课提起劲来，特别融合时事设计舞蹈。刚好是舞蹈类舞蹈课程，所以我才想说。 既然是舞蹈课程，然后如果说我只教土风舞或创造性舞蹈之类的话，我怕小孩子他在家里可能接受度，对，可能我想说要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影片一出，引发热烈讨论，马上有人报名想上田老师的课，还有人加码要老师在端午节前再编个龙舟舞。不过老师最在意的可还是学生的学习成效。哎，他们有的跳得很好，协调性很好，这动作其实不难。 大部分就是用有氧基本舞步去走。本土疫情延烧，学生纷纷改线上上课，不少民众也选择减少外出，多待家里，连运动也在客厅解决。艺人刘畊宏因为上海封城，在抖音创账号开直播，吸引了5000万粉丝。最新影片还自创毽子舞，鼓励民众在家运动，开启防疫新生活。三立新闻谢君中来自台北采访报道。